所见真的只是涂鸦而已。好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到底哪里出错了？顾东阳居然看中那个废物张宇。本来还指望借着张宇和顾东阳搭上边，结果听可疑的说法，看来人家是看不上咱们。不是你没用，百里，没用的是张宇这个白眼狼。没错，张宇就是个白眼狼，还是个废物。如果我现在是他，早就把顾东阳拿下了。百里，再说可疑，他怎么也这么不害臊啊？搭上厂里的，像个狐狸精似的往男人身上贴，真是丢尽了我们张家的脸面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连我都要被骂？喂，可疑。喂，有空吗？出来聚一聚。你等着，我迟早要取代你的位置，站在顾东阳身边，成为顾太太。我什么我？我问你话呢，张宇。可以在电话里说吗？我这几天，可疑居然会约我见面，一定不是什么好事，真不想去啊。你怎么又没空？找你出来见个面，你还推三阻四，你还当不当自己是张家人？不行，说好了要变强的，我不可以再逃避了。别以为你待在顾家就可以耀武扬威。你要是再说没空试试，到时候可不要后悔。我知道了，明天下午1:30，我在广场的咖啡厅等你。行，你说的，放鸽子你就死定了。别怕，张宇，反正迟早要面对。我今天要出去一趟。啊，张宇姐姐要去哪里呀？我也要去。就出门买点东西，没其他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和张宇姐姐一起出门买东西。乖，张宇姐姐一定是有事要忙。阿诺，不要打扰她，想去就去吧，家里有人会照顾阿诺。谢谢。对不起阿诺，顾东阳，我对你们说谎了，这是我和可疑之间的问题，不希望把你们牵扯进来。可疑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吗？怎么说咱们也是姐妹，一起出来喝个咖啡聊个天也是应该的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，我还要买点菜准备晚饭。切，当个保姆就以为自己飞黄腾达了？顾东阳要是知道他把一个小偷请到家当保姆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提到这件事，到底是谁偷了赵姨的珠宝？可疑，你比我更清楚，不是吗？你，可疑，你到底是叫我来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要走了。站住，我有事。顾氏现在在招人，有个职位是行政助理，我想要那个职位。我本来也不想走后门，奈何门槛太高了才来找你。不可能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需要你自己靠实力解决。就算我说了，你就能确定你能进顾氏吗？你这个没用的白眼狼，几天不打就皮痒，看我不扇死你！放开我！张宇，你这个混账，你给我站住！终于逃出来了，我这么说可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吧？我至今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东阳愿意接纳我。但是这只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我会离开，所以，在没有东阳和顾诺的未来，我该怎么变得坚强了？